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Hello， 我是台新汽车。2018年出厂，2019年是不是 Golf Ally 是它的运动化版本。那前方有 Ally 的空力套件，那也有 LED 日行灯以及鱼眼头灯。铝圈跟卡钳有做过升级。Ally 是相对具有运动风格的一个设定。那这个颜色是限量的，我们原厂的特殊色。那排气管也有做过试出的一个升级，这个是算知名品牌 BVS。铝圈跟卡钳都有做了升级，还有碟盘。轮胎也是用 Nikitin 的 PS4 运动化的一个跑胎，后座的车门气缝，后座内装气缝，完整性相当高，设计相当漂亮。后座出风口，然后顶棚是黑色的。都有全景天窗、银钥匙启闭车门锁、跟盲点侦测、三组的记忆电动座椅、Ally专属的座椅，整体的内装相当漂亮。Ally的方向盘里程数38000，都有原厂保养、跟车系统、换挡快拨片、头灯、感应式头灯，支援 Apple CarPlay 跟导航系统，都有车影像，然后 IT 跟自动停车的功能。这边有阀门的按键，电子手刹车，摩托后。2018-2019的 Golf Ally 跑38000原厂保养里程保证，有跟车系统，有升级铝圈跟卡钳跟排气管。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车子非常优秀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